嘿呦，来开台啦！哎咻，岁月。安安，偶尔好像还是有一点电波音呢。我刚刚已经跑了好一阵子了。感觉很久没看到我了，一个礼拜而已啊，没有很久嘛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感觉一按那个开台钮啊，然后那个音质啵咯啵咯啵咯的，需要再等一下。好像预先跑是没有用的，我们先等一下，等等它的那个啵咯啵咯啵咯就会比较少。哎，好像差不多了，安安哦，我们来听听片头曲吧，标题画面。当当当当！哦，音质好多啦！好像这几天你们要考试，对不对？好可怜哦！这样会不会很坏？哎，说认真读书就要赶快认真读书去，在这边偷混偷玩就揍爆你们！狂妄也是啊，还不赶快去读书，偷偷上来就出现了，你们这些不读书的坏孩子！亚在那边 now，我看记录你都虐小飞，哎，我没有，哎，你怎么看的？你跟我看的不一样啊！我多么保护小飞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不行，雪雪，你整个误会了我。QQ，这还是上海续订，不用啦，轻描大笨蛋，才国一。这局没通知开台，怎么会？可能香港比较远，他要花比较久时间。噔噔噔噔，嘟噜，嘟嘟嘟嘟，该让小飞百分百回避啦。小飞毕竟是我的二军，所以就没有太注意他了啦。唉，这个我也很纠结啊，这个小飞如此的好用，可是劳拉比他更好，然后雪伦又世界无敌猛，对啊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让小飞上来了。QQ，噔噔噔。今天呢，上一次我们来到这座城市嘛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地毯式的聊天喽。这个是比较少人会去，比较少实况组会去这样做嘛，对啊，但我还是一样会去这样子玩哦。这里是哪里做的游戏呢？这是 PS3 有的游戏，PS Vita 也有。对，那我是用 PS3 去游玩的哦。打着战争税的名义，大规模的实施征税，真是的，都快过不下去了，还兴冲冲的在街上玩着。贵族到底是什么？他们的工作是抢走我们赚来的米拉吗？哼！有时间找乐子，还希望赶快把欠的付款来付出来。他在骂他的孩子吗？好忙好忙，这边的店家下了25张订单，
全部都要高级的，价格也高到吓人，但是要求延迟付款的客人也很多，这很奇怪啊，希望他们赶快付清。感觉就是买了之后落跑，毕竟他们都没有什么钱钱啊。 QQ 找到鱿鱼丝，什么鱿鱼丝？哦，讲到鱿鱼丝，还有肚子就饿了。最近来到云雀的那位小姐还挺受欢迎的，听说了吗？好像是因为什么理由才被领邦军追捕的，明明只是个孩子，果然战争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那孩子就由我们来守护。哦，感觉蛮神秘的，云雀，晚一点可以去看看。哎，都装备基本上都还好，这个给艾玛森很多哎。可是我应该先把那个，把我的，哎咻，亚丽莎，差点讲错，拿上来，我要看他的那个服装哦，有没有看到 ？ATS 再度增加，购买是一定要给亚丽莎，为什么一直想到亚丽丝？丝丝有三种。啊，看来我必须要来卖那个了，我要来卖这个了，54,000，我要破产了 ！Oh my god， 这游戏太痛苦了啦！想看下来，就是因为他总是看聊天室，还好啦，其他的实况组也都会看啊。嗯哼哼哼，安安。云雀公民吗？不是啊，谁可以提供我随便一个国家的嘉年华会？嘉年华当然是要想到巴西啊，对不对？巴西嘉年华是最棒的。嘿嘿，我家最近多了一个来打杂的人手，那个大姐有点迟钝哦，有点在意啊。就连其他店家大叫一声，她都会过去帮忙，感觉很可爱。我们也去找找看，那是谁？想让他穿浴袍，那个穿上去也看不到啊，我也没办法。虽然痛苦，可是太爱了，所以不愿意放弃吗 ？What？ 呼，征税和景气活络的关系，每个商人都很忙啊，加上领邦军也有些神经紧绷。怎么说呢？似乎有贵族联盟反抗者出现，他是旅行商人。弥勒走开，不可以喝巧巧。我正要送些日常用品到奥洛克斯堡垒去呢。哇，捷报不断哦。噔噔，巧巧玩了多久？今天是刚开台啊。啊，这款游戏玩了26个小时，快27个。欢迎光临，我家的浓缩咖啡可是有口碑的哦。虽然战争睡很辛苦，但不能输。雇了一位女学生，哎呦，该不会是双胞胎的姐姐吧？我觉得是哦，我们等一下去看看。睡一觉。嘟嘟嘟嘟嘟嘟，安安，明瑞，你踢我，我就把你踢掉。哎，这个回复血回好多，3000，买个2杯好了，卡布奇诺。女学生在哪？哎，不在这里。巧克力会不会到酒吧那间酒馆？给我巧克力酒。他有没有卖才说啊？所以那个女孩应该是跑去别边了。事实上，有部分借据可以宽限几天，这不是什么大笔的金额。不过关系到帝国贵族的体面，该怎么说？总之，给女儿买礼服的借款，再不想办法点不行啊！不知道大家还记得玩闪鬼的这个男主，他的女儿就是他各种宠他的女儿，他女儿总是希望可以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，然后害这男主家将几乎要破产了。千喵有订阅吗？他应该，你是用那个吧？麦卡订阅，麦卡订阅都会
隔好一阵子它才会跳出来。哦，做出了相当不错的东西，在传统的造型内巧妙的加入倒立器。哇，是个少爷呢，还看什么？看不太出来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的喜好真特别，旁边的也都看不太出来，好神秘哦。乔乔以后看着自己女儿结婚会哭吗？我觉得这谁都会哭的吧。真的啊，少爷的收藏癖没办法，想买东西尽管吩咐我啊，我也可以吩咐你吗？我也想买东西啊，管家，我有一点穷啊，你们要不要顺便一起帮我买啊？不合理的战争税，蛮横的士兵，只要敢批评，马上就被打成叛国贼。说什么经济活络，这才是现实啊！哇，看来他们真可怜。尤西斯，看来尤西斯回来了。其实也没有必要。我居然没有装备。轨迹十周年纪念盒，每个人都换。哎呦，多么的好看！呜嘿，那乔乔自己结婚那天会哭吗？这是非常开心吧？应该就不会了，会非常的 happy 哟。啊，我来提升一下他。叮叮，我要没有火了、欸、I have no fire, I can't fire。 噔噔噔，还有什么买东西？好，他没什么东西。小小今天要 GTA 吗？没有，因为我 GTA 没办法开台啊，所以现在我就只有私下玩，私下常常跟他们玩啊，上礼拜几乎每一天都在玩。这边会让我第一轮卡两个小时的网，为了拿 AP， 我是没有那么 care 了。他是有点忘了耶。哦，克雷特，是克雷特，克雷特是红的，我们最后再来跟他讲话吧，他是主线任务。克雷特小姐常常帮我顾店，看到我家里的商品就是好漂亮哦，有种特殊的感觉。但如果是战争税，就饶了我吧。你看这种根本没有钱买，我就五万块，根本没办法买这种吊饰，高级的吊饰太贵了。景气活络的缘故，征地难征多，就只能派命赶工啦。让我看看儿子修行的成果。乔乔大概是会把男朋友吓走的那种爸爸吧。Maybe。结婚礼物给巧克力酒就好，巧克力酒感觉就很好喝啊，这样很棒哎。这款游戏的目的是 RPG 游戏 ，RPG 游戏的目的就是有很浓厚的剧情，对，然后一关一关的打，对，打怪练功，跟 NPC 聊天，了解这整个的剧情。他怎么在这里？夏娃，小可爱，到底跑到哪了？你们几个有看到我家小可爱吗？小可爱，白色小猫，今天早上不见的，以前都没发生过。怎么办呢？当然还是要帮忙啊，猫咪呢？谢谢你们。其实我没有线索，我平常都在贵族街，但好像是我在长椅上昏昏欲睡时不见了。沿着大路走，应该在中央广场，中央广场往那里去找找。猫的心情，小飞。原来是瑟雷努，因为感觉瑟雷努会知道什么。哼，人类真是的。我知道啦，真是的。虽然不清楚他的个性，但小猫的好奇心都很旺盛，而且还不懂得警戒，一定会再留下哪一些痕迹的。想象成自己是小猫，喵喵喵。小可爱。会落水啊，倒是这边有没有办法钓鱼？找猫咪找到一半来钓鱼。不对，我其实是想要钓鱼，钓到鱼然后来去喂猫。Oh my god， 我真是太聪明了。